菜，我顏美欣，今年嘅農曆新年我一啲都唔使煩啦，唔使話發住買啲乜嘢餅招呼啲親戚朋友。點解？因為我面前有好多健康又好好味嘅水果乾可以招呼佢哋，譬如有我最中意嘅龍眼乾啦，再嚟咧仲有嫩家乾啦，同埋有南瓜餅等等啲咁有特色嘅零食咧，可以俾啲親戚朋友食。最緊係新嘅一年裏邊咧，大家都要健健康康喺度，恭祝大家狗年行大運！